今天呢闲来无事，我就到会长家转了一圈，因为他家呀做摆件工人师傅特别多，而且我相中了一个弥勒佛，而且这个佛雕的特别讨喜，而且你看着特别喜庆，因为这个弥勒佛啊他是笑脸，而且肚子大，肚大代表什么寓意啊，就是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笑天下可笑之人，所以说这尊佛我感觉特别喜庆，因为这个种是糯化种，而且它的底妆特别好，还有点春彩的味道，这边彩这边带点春，所以说一般带春呢讲紫气东来，所以说这尊佛公我特别看好。